最近关晓彤表示自己就是玛丽苏之光的言论引来网友热议，这不自带玛丽苏光环的关晓彤直接在综艺上演起了另类灰姑娘。晓彤妹纸穿着华丽丽的公主裙，梳着精致的发型，却直接在台上撸串大口吃烤鱼，吮指擦手，一连串动作十分豪放，典型的北京小妞更是直接还原了经典坐姿北京摊，也是没谁了。那不说撸串说什么呀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撸 barbecue。 我说啊，小姐姐也是 real 接地气了。而由关晓彤马可主演的电视剧《极光之恋》正在腾讯视频热播，剧中两人的双人舞表演让人捧腹，脑洞大开的网友还直接给两人配上了面条。这画面简直就是海底捞扯面的即视感呢。要所长说，这又撸串又扯面的关晓彤恐怕是演员里最会跳舞的美食家了吧。不仅剧中喜感，天生大长腿的关晓彤在节目里的跳舞动作也直接被人众 diss 了一番。如果这也能称之为舞蹈的话，我也会。不过赵大人，您这姿势好像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呢。如今的关晓彤是妥妥的女神范儿，不过看到儿时的采访还是笑到不能自已，直称是自己的黑历史。我特想你当导演，当导演然后你就能指挥他们干活，然后他们帮你这样，你买了一段名黑历史啊，那是不可磨灭的那种，就是这实锤。这样的晓彤妹纸真是自黑满分，实力可爱了呀。赵本山的小女儿球球在直播里一向耿直敢言，自曝整容怼黑粉样样都不怕。她在最近的直播里还爆料，她刚整完鼻子回家时把老爷子吓了一跳，老爷子还脱口而出爆金句，说以为女儿的新鼻子是焊上的。父女俩之间的这幽默日常对话来的真是猝不及防啊。有一天我那个当时弄完鼻子的时候，我就回去，然后我就回去，这么回去的，然后见到我爸了以后就把手拿出来了，然后我爸说，哎我去，你这好像焊上的，你这咋掀个鼻子回来？我说没有，我说我这鼻子有点塌，稍微调了一下。别看球球平日里嘻嘻哈哈，其实和爸爸感情深厚的他内心相当细腻。这不，在听筷子兄弟唱的父亲时，球球还忍不住当场泪崩，有网友心疼的安慰他，结果他下一句却又恢复了包袱女王本性，让人哭笑不得。你爸爸看见会心疼的，他不会看。我换平台换的有点勤，他还没学会这个。球球这一秒换画风，让感动变搞笑的能力果然从老爷子那里成功传承下来了呀。最近网上曝光了章子怡16岁时接拍的第一支广告视频，当年的张娘娘古装打扮端庄秀雅，笑容清纯甜美，跟现在看起来样子完全没变呀。尤其是那一个回头微笑的镜头，居然还有点撞脸巩俐扮演的秋香。还有网友在广告图上批了一行字，冯哥回来喝庆功酒了，真是怎么都逃不过网友的调侃呢。其实张娘娘早期有意思的广告不止这一个，她还曾经拍过一个中二的手机广告，只见张娘娘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衣裤，扎起帅气高马尾，化身女版007飞檐走壁，身手利落，表情犀利，让人看完不是想买手机，而是有入手这一身衣服的冲动。虽然张娘娘经常出演这样酷到没朋友的角色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其实她是一个爱玩爱笑的少女张。在早前梅兰芳的花絮片里，她就是剧组的开心果，时不时来一段 freestyle 的广播体操舞，还跟陈红玩中式英语大挑战，结果最后不仅把剧组气氛嗨爆，还把自己给笑翻了。You don't see, see, don't see. 你要看你就坐下看。You see, see, don't see. You don't see, see, get out. I love it. Get out. 有这么一个可爱的老婆，冯哥确实值得天天回家喝庆功酒啊。近期袁弘和陈思诚一起上了快本，陈思诚玩游戏输了之后，大家都喊着要惩罚他，本以为陈导要跳钢管舞会是此期高能时刻，哪料这时袁弘突然站出来爆料，说丫丫佟丽娅在他上节目之前特地问他是不是跟陈思诚一对，还嘱托了他一句狠话，陈思诚听了只能一脸尬笑，完美诠释了保持微笑表情包。
刚刚我跟那个丫丫在一个剧组里边，刚刚从象山过来，丫丫给我的唯一嘱咐就是，你跟陈诚不是一对是吧？弄死他。是好不容易找到机会了，我们把几个柱子来来进点四个一块啊，好好垫一下。别闹。虽然看起来是个游戏黑洞，但陈思诚在游戏里还大胆挑战了一个乐队主唱，气势2.8米，高音美声啥的，完全没在怕的。虽然妮莉陈导已经这么努力了，而网友全程最大的关注点居然还在于陈思诚怎么又发福了，果然颜值才是大家永恒的话题呀。赵丽颖的最新微电影今天火热出炉，视频里颖宝用超酥的原声独白娓娓道出自己要更爱自己的心声，就连梨花带雨的样子也惹人怜爱。不仅如此，这次颖宝还演了两个自己，上演了一出和自己对话的独角戏，自己给自己送花写信，温柔又霸道地告诉自己要爱自己。所长不禁感叹道，颖宝撩起妹来真是连自己都不放过呀。你不好好爱自己，还有谁会心疼你呢？你是谁啊？是你一直送信给我？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是另一个你，另一个更爱自己的你。或许这个世界真的有平行时空，或者是时光机。有一天，我会遇见另一个自己，他会告诉我，唯有对自己好一点。除了演两个自己，颖宝最近还挑战了母亲的角色。在今天曝光的剧照里，颖宝穿着干练的黑西装，看上去比之前更瘦了。但是跟小朋友比心合照里，颖宝又恢复了那个萌萌哒圆脸影。也许是颖宝拍小圆脸和大眼睛太有标志性，前几天有网友偶遇了一个拉面西施，侧脸神似颖宝，所长看了都要怀疑颖宝是不是偷偷跑去开辟了副业。看来有空所长要去现场验证一下，到底是不是颖宝业余时间分身去做拉面了。霸道萝莉代表甜心又被老爸贾乃亮爆料他的江湖传说了。亮哥在早前的节目里一边做菜一边跟阿雅聊起甜心，还说女儿简直就是幼儿园的扛把子，那架势分分钟都要成园长。看来星爷虽然留起长发穿起了淑女裙，但依然是霸气不减呐。我女儿是扛把子，真的。甜心是怎么样是扛把子？在幼儿园里，她把自己当做园长，就是来任何新来的小孩，他都会第一个跑出来说，欢迎你来到我的幼儿园。好霸气啊，好霸气。爸爸在节目里爆女儿的料，妈妈李小璐却在另一档节目里整蛊。只见璐姐突然带着一对古装小伙伴走进袁咏仪的房间，然后一言不合就尬起鬼步舞，看得亮亮一脸蒙圈。而且璐姐跳完后就闪人，好在机智如我亮，袁咏仪瞬间融入舞群，拿起包说走就走。此刻心疼摄像老师3秒钟。有这样的鬼马亲爹妈，看来星爷得从幼儿园扛把子往家庭扛把子转型，好好照顾爸爸妈妈了。